我不想理他啦。五十八，哇！不，国王啤酒。怎样才能增加知名度啊？宣传好不够，教练有新的技巧。这时间什么都不能做啊！哦，又可以找新的位置哎，这不用再裁员想和你讨论一些游戏的理论，比如在游戏中英雄的攻击速度是否有上限值，那么英雄的移动速度是否有上限值，或许移动速度没有上限值。哎呀，哎呀，怎么不去健身呢？练习。有欸，这个是要去虐鸡咯。哦，吃那个维特，我觉得嘴巴好甜哦。哎，我的牛牛被 ban 了。刺杀消耗。这边可以看，队员会紧射继续战斗，继续战斗。
打野队员更注重于自身发育 ，gank 的频率有所降低。哦，我的发育是指大家一起发育嘞。上单队员选择没有队友的路线。哦，好，懂了。有够凶！追死他！OK， 分推。那我已经杀到22个人，才看到你打说14-0，哇！打塔啦，还打人嘞，我傻眼。我的团员的，我的员工膨胀了。你、欸、真的在送哎、欸，送爽没？强哦！这船长怎么那么凶啊？
哇，死所有角色英雄熟练加一，给谁啊？给你啊。你最棒。哦，没有。活力，活力，活力。没有，我也没活力耶。哇，好猛哦！最好给我选雷兹哦。难得你雷兹有到三，哇四，我没注意到四，哇可以到四哎、欸，那我来注意中路了，我来看我们的黑玫瑰，就看他。嗯。哦。哦。有熟练有差耶，啊，这下路应该会很惨。打野帮中路就好，下路放着了。哎、欸，看下路，你这样真的是让我有点。要死了，要死了，要死了！哎呀，怎么又追上去啊？多踏两下，你都六了等了，七等了。哎呦，一折三杀了，杀回来了。哎、欸，塔都掉了啊，啊怎么不能智能不能点这个了？再玩哦，再玩哦！
欸，我等一下可能要睡一下了，睡意来了。那就开到四点八，我们四点先关台，晚点再开。结束。哦，船长1509哎，傻眼。结果我们的黑玫瑰没做什么事情。请问这是什么游戏？上面有哦，《电竞传奇》。有没有看到？这里，这个，不要再问喽。哇，送键盘耳机，哇！欸，你又来了，我要买东西。然后买一买又没钱了，傻眼，我在干什么？欸，这个好眼熟哦。未掌握。人员，我的滑鼠，我们可以拼这个了吧？评分都那么高了，报名。应该可以虐回来了啦。
哇，怎么这么难啊？四五四，我知名度在哪？这么高哦？真的难，噔噔噔噔。